我使用的是200毫米的焦段，既要保证稳定性，又要有足够的速度抓拍到这些快速移动的鸟，所以我使用了稍微快一点的快门速度，那么就只能通过拉高 ISO 来拍摄了。今天测试这么个镜头，200毫米的口袋机。这是一支由卡瑟，对，就是那个滤镜厂商卡瑟推出的200毫米折返镜头。折返镜头呢，就是图像会通过这个镜头先传到这个镜头内部的一个镜子，然后呢把它反射到前面的这个圈，还是一个镜子，然后再把它反射回相机，所以呢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小的体积但却拥有一个很长焦段的镜头。折返镜头在有那么个年代期间论坛上，哎呀，可风靡一时了，人人都恨不得买一个去拍花，特别是打荷花拍鸟，因为咱普通的镜头郊外背景虚化，它不就是一个个小光斑吗？而这个镜头呢，它的那个虚化效果是一个一个的小圈圈，所以大家把它亲切的称之为甜甜圈镜头。那么首先这个镜头在做工质感上我认为还是比较过硬的，手感也是非常好的，阻尼稍微的有一点松散，但是镜片镀膜感觉都非常的有质感。这是尼康的24120，可以对比一下，看一下这两个体积之间的对比，它比24120还要再稍微的细一点短一点，重量上呢也比较的轻，相比这个24120来讲它还要轻很多，这两个拿在一起我感觉都跟这镜头差不多重了，所以平时日常携带起来呢还是比较的方便的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咱们就来一起测试一下，看看这个镜头的画质怎么样，到底好不好用，还有呢就是我会分享一下我在使用这支镜头的时候如何让它更出片。为了提高画质还是得用三脚架，晚上实在是太黑了，5.6的光圈确实不算大，看这个效果超级明显。这是近景的树，拍摄其中一个小技巧呢，就是如果想要拍摄物体距离我们比较远，那么就要在近处找一个虚化效果好的，比如说近处的这个树，它有很多彩灯，那它就会出现这个甜甜圈的效果。把 ISO 稍微的提高一点，让这个快门速度别太慢，800吧，800后期稍微降点噪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我比较习惯就是连拍几张，这样抖了的话中间也能有几张没抖。那么当拍摄这些场景没有远处的散景，也就是虚化效果并不明显，我们的这些构图里边的这些元素都集中在一起，没有特别大的层次感的时候，那么就凸显不出这个甜甜圈镜头的特点了，所以呢它也就和普通200毫米焦段的镜头拍出来效果看上去差不太多。200毫米的焦段实际上还是挺远的，对面 Radio City 距离我大概隔着一条马路这么宽，但是你看这个200毫米的焦段 Radio City 这几个字母都放不全，所以使用这个镜头在街上拍呢，还是要选择距离比较远的物体和细节来拍摄。这个前景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只是这个距离有点不太够。手动镜头在对焦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是感觉，不只是这支镜头，所有的手动对焦的镜头我都觉得对于我来讲还是有些困难，是不是我这眼神不好，反正总是感觉对上了，回家一看放大发现没对上。我发现这镜头用一种守株待兔的形式去拍摄效果要更出色，也就是说固定一个机位，然后等着对方走到这个距离来拍摄，
我发现这个1550出来的画质相对来讲要更锐一点，无限远的画质相对来讲是这支镜头比较薄弱的，所以如果前景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物体，然后远处背景是灯的话，那么拍出来的效果呢要更出彩一点，也就是说这个甜甜圈的效果要更好一点。像这种环境亮度比较高的地方，其实就可以摆脱三脚架，把 ISO 调的稍微的高一点。我现在使用的 ISO 是1250，快门速度是80分之1秒，基本上可以手持端稳。整体来说呢，这是一支很好玩的镜头，我觉得可能拍视频的效果会比拍照片要更出色。如果您的拍摄项目正在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散景效果，那么不如考虑一下卡瑟的这支200毫米折返镜头。在找环境的时候呢，只要周围有这种灯光，拍摄出来的照片或者是影片呢，都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效果，我认为非常的好玩。以上呢就是我对这支镜头在使用过后的一些真实感受了。在这个频道里边呢，我会给大家分享我平时在拍摄的时候使用的这些设备，它们到底好不好用，拍出来的照片是什么样子，都展现给您。除此之外，我会在这个频道里边分享我的旅行的经历，我平时去拍摄的这些地方，以及在拍摄的时候更容易出片的一些小技巧，摄影干货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咱们一起玩摄影。